哎，进来开会。其实可以改嘛，不可以改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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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什么？已经 out 了，好像只是加一行字这样子。OK， 等一下，给你看，哎，它做了，那你看这个是我们的，就是到时就是这样子的喽。哎，等一下，什么？有读者有问题，哎，他问学业和爱情哪一个比较重要？这怎么回答？喂，他们呆着。学业和爱情哪一个比较重要？你们是要回读者的？对啊，他们 DM 进来。对啊，爱情，当然就是爱情啊！世界上还有什么东西比爱情更重要？爱情是你一辈子的幸福了，回答两个字就够了，需要解释的吗？我跟他讲，爱，如果遇上对的人，你就抓着他，就好像我们看到那种电影这样子啊，总是遗憾。不过不要讲是我回答，是你们回答。但你的情况啊，你看，当你是学生的时候，全世界都腾出那个空间去让你学习，你做什么东西哦都不用理的，没有人理你的，你集中精神读书就好了。就好像你养一只鱼啊，那鱼缸里面的水清清洁洁，环境很好，然后你天天要跳出来，你就死一条。所以当全世界都把那个资源腾出来，在你20岁之前的年纪哦，让你去学习，政府给你免费的学校，有免费的老师，父母亲给你所有的资源，你不是珍惜那个机会吗？所以会有机会的啦。其实说到爱情，你看，当你嫁不出的时候，你找不到男朋友的时候，全世界就会配合你，允许你，给你那个时间去摆脱了。那个时机呢，就是爱情最重要的时机。所以是什么时机做什么事情，爱情很重要。我回答两个字就够了，爱情。我不知道怎样回别人。哎，这个，你帮我拿上去哦，叫他们这个改掉，然后这个萝卜放大一点，还要大。哎，我是给这个吗？今晚最耐听。OK， 好，今晚最耐听放大一点。我放小一些，排了先，再看看什么情况先。OK， 谢谢你。好，谢谢。那种，来几次吧。OK 啊，你请是，公司出钱是吗？啊，公司出钱我们就吃了。OK， 走。好。